看伊这个杯也无人教好好生哦，无代志，好好退来就好啦，唔打好卖尔。那这个物件，种人咧生就出现啦。世俗人咧生啥？生名啊，生利啊，对不对？修道人咧修生啥？修道人会境界较袂遐圆满的，真正生啊。这件事情，圣人是无咧生，不过咱境界较歹，就是讲你们真的是什么呢？咱老师啊，安尼甲咱请教咱讲咧争，安尼讲，老师阿妹也在争，绝对没有，因为我也不敢争吼，安尼，咱咧安尼有，不过实际上咱有咧争无，扪心自问，你若咱个心内产生一种争个念头，老师讲哦，咱就等于咧画地自限。那咱若愈爱争，越画地自限。结果呢，家己关于一个家己起个牢笼内底，啊，伫个生活内间来看咱个这物件，其实是足无价值个，足好笑个。毋过咱个这个足理所当然个，对。第二个叫争面子，第二个叫争是非。我讲啊对啦，就安尼做啊对啦，咱个这。第三个争地位，我真认得，这位应该是爱我坐较对，我问爱我徛较对，唔知安尼个吼？啊，你后巷呢？佮只对真人讲话安尼吼，你着应该爱有礼貌较对，敢袂坐？家己拢感觉我是真人，爱受着尊重。啊，若看好，还无够尊重吼，心内就开始起毛病，会艰苦，会想要人指正。来，少年的人，我甲你讲吼，看到真人只安怎吼，是安尼。表面上咱讲咱无咧争，其实讲咧争，有啦，争是种感觉，因为我是真人。啊，若爸仔囝有咧争，我是爸爸，爱听话。我们讲的话一定对吗？啊，乖的哈，来道中入班，点点坐一张，袂使袂走，袂使讲话，袂使硬插，安尼讲咁对？拢做对哈。不过这个囡仔三岁，先甲咱讲下有当效果。歹路，哦，角度无同，人对象无同，思维是。其实无共，有可能对的话变成唔对，不过咱足坚持。对一个三岁囡仔要求安尼请教，安尼对不对？都无去对啦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过咱着生哦，一定着安尼哦。哦，即好好感觉咱做朋友哦，咱来看一个影片。你看女面女的表情啊，怎安尼？够拍到？你穿啥？飞盘。你穿迄个飞盘啊？你都很奇怪，你是人，你又改只狗咧穿啥，对不对吼？是不是？你看现在。那个你教啥物人咧穿？生活该教咱穿，前辈只敢有需要教后学穿？我安尼讲无啥对吼，不过咱思考看下，咱不知不觉真正做一寡动作，感觉足奇怪。我看嘛拢会安尼啦，不小心就校长兼公斤，够可怜。啊，咱真正在做个做，咱拢互你做好，我拢免看。啊，无我着负责做拍手部队，不然做听众就好了。所以道中某一种现象是安怎？90%的工作，10%的人在做，不是事事有人做，不是人人有事做。咱若分配好公平，大家拢加减有通做，各得其位，其实是较好。
啊，有些平安信报机高在来扛的，那么报机在来两倍者，因为报机在来太老。啊，德国观者开这次居住，啊，你者拢无啥高居住，啊，你做这摆我家己做农务，我定把这个过程来讲真诶。天古地硬的，不知不觉露出这种不好的感觉。嗯，去搞这代志的人吼，其实就容易出现叫做病魔。嗯，做无到遮尔好吼，看不下去。就像咱体会这种感觉。嗯，你听百万音响，听惯一个人，听这一般的迄个卡拉 OK 机吼，听袂好，够歹听。嗯。代志做甲严格惯习的人，看袂过做代志凊彩的人。那代志到底是爱做学较好个，还是做学凊彩？道理当然是爱做学较好个。啊，不过若是咱坚持要做好，否定别人做了无够好，结果就变心，看袂拢咱在做。这中间嘛有分寸拿捏的智慧问题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我提出来分享吼。不知不觉，咱们拢会造了一个牢笼，把家己关起，看袂拢咱家己做得好安尼。分享，这句重点叫咱卖生道明道利，做代志默默的做，默默的去耕耘，有些健康的心态，报恩了怨，然后先去修德。虽然看袂做下班做的，道理嘛无啥样讲。人嘛无做漂漂吼，吼嘛无做公益。不过老实讲啊，上面出一点的真心加心灵，所以会当道成天上的人，无一定是居上位啦，对不对？实实在在咧做，默默咧做啊，有可能神的功德足大，只是无来披荆斩棘呢。过去我捌看过一个一本册，迄个叫《王龙堂主》，王啊羽绒衣的迄个龙的款，那是目前单位的前辈者，伊无啥八字，啊嘛是点传书，嘛要做到道中的啥物有重要的干部，你看咧实实在在做一个堂主，做足侪人，叫做上天弘一菩萨的高义，有机会看到一本册啊，《王龙》。那个菩萨的那个结缘训哦，就像在讲，原来这个老菩萨无啥法哩，实实在在的修，默默的修，然后成一个菩萨的果位。哦，不是讲讲道理人一定是，哦，实实在在是，脚踏实地人咧是。第二点来讲，天降礼地以用地，哦，德行是啥物？吼，老师讲迄就是心。行于无中，行于外表面。这外头的时代修得爱以德行为表，所以咱修道的过程就是爱怎样养德嘛，用德。请教诸位人，要安怎用德？练功一定会当用德，对不对？会当接受也修行，咱拢较认真来行功立德，安尼咱能养德。会当接受的真人，咱接受。哦，不对，真人，那跟菩萨咱接受，不代表认定哈。我来甲做一件探讨。咱人加要咱有德性、德行到实行。啥物叫做真正的行功立德？当下需要做熟客。过去咧听到行功立德，拢叫做在世法师无畏心。加度人，对不对？加来道中参拜，加来做道中的信徒，就叫做行功立德。袂使讲这话唔对。不过经过真侪年的修办了，有请发觉一句话，做好算的。修道几啊十冬啊，几啊十冬来的脾气毛病，那想无解。三十年前足严重的问题，到即摆嘛是足严重。三十年以前脾气真歹，即摆嘛是真歹。哦，迄叫做习性无改。到底修道
是因公能力较重要，还是爱改这个习性较重要？还是两项拢重要？我们只是漏掉了改习性这个项目，这属性哦，可以有咧是因公能力，不过因为习性无改，结果只有得到福德无功德，就是点会当执行吗？上面叫做真正的功德，是咱即段要来做探讨探讨。上面叫做真正的德性，有德行的人，伊所讲所做的代志，都是有功德的代志，就是会当接受。嗯。哦，所以真正的养德，那种德性是在内的。啊，对内内心的世界去好啊，甲修持。哦，咱个咱真正养书德性，哦，兼兼讲礼仪个进行，我发用三段三角度来做甲注解做探讨，哦，第一叫做内心谦下，第二叫外形有礼，这段第二段叫做礼敬诸佛，礼敬众生，第三段叫做功德在发心中，不在修方，哦，分。三个角度来探讨，啥物叫做德性这个问题。哦，第一段叫做内心的谦下，外形有礼。这六祖大经有讲哦，内心谦下是功，外形有礼是德。我相信诸位有捌听过，所以谦甲礼是足重要物件。谦在内心的一种境界。礼是那是外口一种行为，啊，即个就来问啊，问家己的内心，啥物叫真正的叫做谦？咱拢可能会当认同谦虚足重要，真正咧修的人，应该是会当修出谦的德行。请问？安怎叫做谦哈？嗯，老师讲吼，不生功过，骄畅之心。第二，以成功加失败当中，拢会当平等心处置。哦，这是老师甲咱做分享的。就是咧，什么款的人需要谦这个感觉？谦的对面就是骄啦吼。啊，什么款的人较容易骄，还是跳骄跳？无能力的人，敢会容易骄？未、嗯，生了真抱歉的人吼，敢会跳？未，这就是有才华。生了水有能力的人，容易患了病被病。当然，有一点仔才华，因其实足侪侪拢是当中足好学的，经典办道的能力愈来愈好，拢君子不弃，十八般的武艺拢学了真好。只是伫这能力甲道学的培养的过程内底，若无这个谦的信念。那就会不知不觉流露出骄纵的一种态度，或许其实反正的过程真严重。咱伫咧少年的时阵，读册可能还稍微可以，考的学校都算明星的学校，啊，就最容易不知不觉骄纵。啊，都爸爸妈妈讲爱来入班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入班都无介爱入班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坐伫遐会出现种心理，这个功夫吼，讲安尼吼，爸，我袂讲，我袂断。迄个我来讲，比较难。哎，我感觉我读册应该读比较侪安尼吼。我下面只人听安尼解释都合理，当下足侪这种心理生出来。你学习愈会啦，愈不知不觉安尼。啊，我迄阵刚好查到这个心理，好，
就是对大家的骄纵骄纵冲到咱时阵安尼吼，那有一种骄纵的心。你一个人听道理，唔是要摄受真理，拢在咧批判别人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好朋友跟同学分享讲，其实做代志真正真好，做人看起来嘛袂歹，不过就是一个曲折，有点自大，有点是客气的说法啦，对不对哈？其实的。蛮自大的，我讲弄了一下，还是恭敬的恭敬的哈，然后拍拍后学肩膀，好朋友才跟你讲实话，我还看到你哦，是不？啊，修班的这嘴当果然是这种感觉，蛮自大。啊，门清师傅那照镜，那两个人家照镜，蒙着，我的脸都写了骄纵两个字嘛。个愈看真正愈有呢，原来你恭维低气来对，为人处处的抬高，不知不觉就是一种傲气。家己讲，迄叫做骨气啦，吼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？你看或许迄个傲气，迄个啦，自卑，迄个积淀子，或许真的，一不知不觉就会发现，已经流露出傲气哦，可能感觉别人自己都不知道。啊，搁咧急性诶吼，话讲诶，搁拢变样子，所以好在一直在跟道场学习，慢慢察觉到自己有这种问题，也希望慢慢修啦，希望一年比一年好，好不好？多先祝贺学生啦！过来只用心，我要把这两年叫做得失心。做后想的，互人讲，互人出一支头壳嘛，整一粒头壳加一支嘴，啊，计划一大笔安互人做。啊，若计划出来做来有好吼，有成功的感觉啦，啊，足欢喜。啊，若失败的，啊，就地归遐烧，呜，黑暗吼，咱个人内心有无无呢？有一种无奈感、无力感，对不对？嗯。其实一种得失心哦。困扰好是足侪当的嘛，虽然甲家己讲啊，卖计较，卖计较，卖计较，啊，其实吼，嘛是拢足计较，啊，真听咧就足艰苦的咧吼，就艰苦像总是，哎，恁一贯就一定有的啊，迄个感觉差不多，迄个是得失心的一种，是啊，爱人困扰，爱人恶劣，爱人甲咱否定。其实人做咱嘛是调到要甲咱头顶，啊，无咱就听着足惨白个，足惨伊个啦，就是用这种感觉。维系之中，忽然发现家己的心病其实不怎么样。可是慢慢去追踪迄种原因，就是得失心三昧。修板的来，咱渐渐渐渐，较无得失心的，我相信，我个修比即马较好。个歹势，我讲得失心，不知不觉也就流露出来。其实会知啊，功可功啊，有得失心无？首先啊，感觉好是做经验，可功了了，就前人啊，递毛巾给前人，递完毛巾后哦，服务前线做退市，做慈悲的就规定好好选，或者咕咕一下子喝完了，前讲哈你规杯饮了了，啊好选就讲啊，功到够紧了，水有够白。紧张给这个取代，对不对？是。我看花高看你竟然如此如此而已，逐渐有听出来了。学习在这边练习一下，看自己会不会紧张。其实我看功德，徛刚来机会是真多诶。反正做老师，啊来大厂，佫有足侪机会徛刚来功课，啊结果嘛是紧张到皮皮出。因为我嘴足嘴干，不身历其中不知道各种的滋味。哥马念的反思自己，原来后水的得失心仍然还是很强希望这位前行的不吝指教，真的好。后水还有这些问题，再来看累这个问题哈，哇，行一累，什么叫做累？九十度鞠躬吗？还是穿道袍叫做累，
也是会当发佛号口令的人，叫做知影咧。什么款的人才叫做知影咧？什么款的人才叫做遵守不规礼礼节？那不规礼节目的就是要希望道场安怎上下和谐，同心同德，大家做代志一定依循的方向来准则，别产生误会误解，还是叫做礼节的目的，对不对？论语讲礼之用，什么为贵？富为贵嘛。那讲这个道场，你真教较足好诶，结果拢无一点仔和气，也是和气无好。请问这个道场叫做礼节好吗？你安怎看一个道场礼节好？上下有没有和气？有没有一心一德？过两年前，我打算教些什么？一个先拜公，某一个教务部长讲吼，要看一个校办，校办了好歹，去看两个所在，一个叫做扁送，一个叫做粪扫场。我少年的时候，囡仔时代好弄垃圾场，对不对？搁爱扫垃圾，会臭的。扁扫会臭的。一个校办较好唔好看，迄两个所在就知影。啊，若一个分堂，要看这两个所在，便所甲厨房。所以讲，咱以后性两个便所甲厨房，水准如何啊？咱若真正礼节做了有够的来看，我有一天带一个朋友来义和社，迄天我放假，到场都无啥人，因为是拜六礼拜。趁兴的来啦，参观，你可能到场来看卖呀，伊来行，哦，真大，啊，你行行行，行到别墅尿尿一下，结果讲，哦，恁个别墅足干净嘞，恁请几个人来扫？我来讲，我哩看即摆国产几个啦，啊无几个，啊无恁都无利用啊，啊那个蹲下者，啊无利用冇灰尘啊，啊讲了，哎，佫无啥灰尘，其他佫毋是架势，然后伊就讲，哎，恁得条基准证。大家看看我先看看。那个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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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过咱是互相勉励，一个栽地，一个啦。在咱，着咱用扫便所，咱着甲扫好清气；着咱用厨房，咱着甲厨房整理好啊，足清气。迄着是咱的水准。咱会当尽量勉励咱来做好，安尼咱着是一个有规礼节，做了好。这是一种外形的礼节，佮有一种叫做气氛的礼节。一个道场啦。有真正有规礼节好，和气之外，佫有一个感觉就是，恁阿一家人，咱对亲人毕恭毕敬，毋过心里离前人很遥远，迄叫做表面功夫。所以讲，接受我讲这话。同修之间，拢鞠躬哦，慈悲哦，感恩哦。阿哥咧，不能够相知相惜。所谓的话讲出侪，安尼嘛是礼节学了无好。那真正礼节学了好，大家互相尊重，大家同修共伴。卖因为啥物点传书啦、领令啦、组长这种的妥协，分家啦，愈来愈遥远。两家人煞愈来愈袂亲，那毋是拢因道而亲吗？煞因才会凸显几万啊！我甲主前面的，那个大家的凸显放低，把道情拉上来，无容易是接连这样人相交，不过咱拢做合无，咱拢是一家人，用感觉甲带动出来，好无？大家真心。
喜爱这个道场，起心要把这个道场营造一个有水准的道场，而不是标明来这听课会鞠躬，不过中冷淡的一个道场。所以，你看我刚刚道场刚起中立，那有要坚固吼，啊，那无咱来努力维持。好，这个道场其实温馨而和气的道场，没错。哦，啊，这个道场有的样子。哦，啊，那一种啊，包括代志爱做了有哪，有一定的规矩，袂使凊彩。我讲的变数，就是不应该凊彩。做事嘛是真个去做，这拢是礼节真规。当然，感觉凊彩无要紧，凊彩无要紧。这个道场会愈来愈哪散漫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袂使用讲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就变成凊彩、凊彩、凊彩。哦，这中间嘛有分寸哪里的问题，这需要地位来做判断，对不对？当咱若真正外形以内内心，佮真正是安怎欠下的时阵，咱就要先显出不言之间，德乎的真正哩，这种不言之间的氛围，愈来愈封建气息。好，最后啊，各位，咱来来礼敬诸佛，礼敬众生。佛，咱拢做恭敬的。唔过，老师讲，迄插头啊嘛捡，石头捡，不一定是真正的佛。我的佛才是。重要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外分？学习善分的行为的慈悲心的，迄就是外分。所以前人者会当是外分，咱家己嘛会使是外分，对不对？众生咱会当是外分，会啊。所以众生是未来分，咱即当咧学分，咱拢是分。只要咱的心内当平定，咱不只爱礼敬诸佛。咱更加需要礼敬众生，礼敬诸佛的过程，也得爱礼敬前贤，因为前贤是先佛的化身，站在头前示现给咱看。因愿立为道义心奉献，这就是前贤，对不对？值得咱礼敬。众生是要成就咱的，也值得咱礼敬。最后，功德于发心中，不再修复。什么叫发心？即阵是样子的，佛陀吼，离世时叫做净法时代，迄阵佛教无去佛像，经过几百年了吼，唔知要怎介绍什么是佛，什么是菩萨，所以开始造佛像，讲要借相名利，对不对？唔过佛陀就讲啊。那叫做相法时代，啊，你若相法时代了了无健康，就变成末法时代，大家去有那个相迷惑了，找不到真佛在哪里。啊，是什么叫真佛？相外密的都不是真佛。不过很多人在想的过程里，不知道原来那些发心那个精神是咱自己想的。当然啦，觅得到咱家己真佛，咱就照见咱家己本来的面貌，对不对？那那时阵，咱就知影讲，原来一切咱拢看足清楚啊。咱所讲所行的拢是佛的境界，安尼咱就是真佛现身哦，功德就在这里哦。所以牛五姐做足多拢是标明的，达摩祖师也讲实无功德。啊，哪边有功德呢？一句话，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。所以从我们的本性下手，功德就会在法身中啊，不要执着只有修福这种啊，好好的学习，到这啊，那供庙贵堂还是时间简短，像最简单的方法啊，错误所在啊，贵些的话像贤惠谈下垂啊，简贵谈积德啊，各位姐姐都对我好，谢谢。大众请起，
谢你们支持飞钱道主公，坤道主公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感谢你们支持飞。各位姐姐，咱即马休困时间吼，咱休困到三点二十分。